当代好用 oscillator 实选，hello hello，欢迎来到每日模组合成器。那最近因为又移动的关系，加上移动的关系，所以有时差，所以就整个很懒惰。不过今天要来把呃缺的影片补一下。好，首先从 oscillator 开始，之前已经介绍过，最近个人比较喜欢的 filter，大家可以在每日模组的系列里面找找看，蛮前面的东西了。那 在他的前一节也有提到，我个人认为，呃，选 oscillator 的方向。那今天呢，我想说把最近我比较喜欢的新的 oscillator 列出来，列十个 oscillator 出来，让大家呃讨论一下。那这里面并不是每一个我都有摸过，不好意思，因为最近呃疫情的关系，所以很多 show room 都没有开。 呃，我可能到再过一两个礼拜到东京的时候，可能有机会可以去摸一下，那再跟大家回来报告这些东西。这些是有一些我有摸过，有一些没有。那可是是我听过一些 preset，跟还有跟朋友聊到的时候比较呃话题性比较高的，然后我自己比较有兴趣的几个 oscillator。OK，马上来介绍，第一个就是。 呃，大家都知道我是西岸拍的，所以肯定先介绍 Complex Oscillator。所以目前最好的 Complex Oscillator 就是这个 b r e n z、so、e l 哦，这个 f l a p Tools 之前已经推出了非常非常多 b o o k c l u d 概念的 Module。那一开始它是推出高阶的 Mixer，那后来推出 b o o k c l u d Module，现在终于开始着手做这个 Complex Oscillator。它是最近。 这几颗 complex oscillator 里面最新的一个，那它是受到就是大家好评最多的，我听到的好评最多的，大家都很很开心自己拥有一个 b r a n s e l 那 b r a n s e l 的特性在于它的呃流畅度，就是它不会像其他的 complex oscillator 一样一下子就把声音变得很 crazy。它的从 呃，很温暖的三角，或者是 sine wave 到很夸张的呃 complex 呃，就是呃 close modulation 或者是 fold 之间呢，它的转换都非常的 smooth，非常的顺畅，所以你可以做出比较柔软的声音。这个是之前几颗我摸过的 complex oscillator 没有雨果的东西，所以它的呃 modulation 起来感觉比较比较比较圆滑。 的、哦、这种感觉，所以这个声音相对的比较甜，OK。所以这个是第一个 Brento，然后再来是一个蛮特别的 XAOC XOX，我永远都忘不知道它怎么念。Odessa，Odessa Od 的加法合成器加法 oscillator，所以它呃这个牌子的东西就是这样的，它看起来非常复杂，跟别人的东西不一样。那如果 想要入手一个他的东西，除了非常有名的四个 LFO 的 Batumi 以外，个人最推荐的就是这一颗 e 德萨。哦，它是一个这个叫做一九七五 Variable Spectrum Harmonic Cluster Oscillator，非常非常多这个呃形容词，那也反映到它的声音上哦，很多变化，然后呃非常的金属感很强烈的。 呃，有机很像，大家如果看过有有在 follow 那个 Netflix 的《爱死机器人》的话，我觉得这一颗就是这样子的感觉，大概第三季吧，那种很没有第一季的那种肠胃，就是非常的多变，然后很有存在感哦、啊，很喜欢，很吵闹的一个一个很特别的 House 医生，对，那建议大家可以去听听看他的 Demo 啦。 跟这个东西相类似的、比较高价位的版本，呃、哦、t r i d e n t Triple Oscillator，r、哦、o、so、s e n 的东西当然就是品质保证，所以非常亮、非常 Cut Through，可是又很很甜美的高频是他们两个共有的特色。那相较起来呢，Trident 的声音更穿透力一点，那 XLC 的声音呢比较呃有有一点糊，不过。 变化也是很多，所以这两个大家可以去呃研究一下。如果想要这种高频的变化，因为最近不知道为什么这个 m a k Noise 都没有出新的 Oscillator，对，所以金属感的高频变化已经被一些新的合成器取代，新的 Oscillator 取代了。所以金属感的高频变化我会推推荐这两颗 Roson Trident 跟这个 Odessa。